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台LUBITEL 166这台双眼双反相机那这台快门正常我们看到快门正常我们把这个观景窗打开它的这个镜头很漂亮可以看一下那我们没有拆卸啦如果你可以自己回去清理一下那这四周皮革这个可以看到它四周皮革都很服帖都没有掉都没有掉，可以看一下上方的这个镜头，你可以看有没有看到？上方镜头有没有看到？很漂亮好，那么再把这个打开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状态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镜头好，那收起来的话，那就没打开。那么看一下它的这个底片式底片式的部分在这边，它转在中间，你转到这个白点，对，这个它白点就可以打开。打开以后我们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镜头我们看一下快门我们看到快门，快门正常可动。好，那以上就是这台这台双眼。双眼这台LUBITEL 166的这个双眼相机视频有兴趣的也可以预约来店内店内测机子，谢谢。